will you take part in my life, my love? That is my dream.他们现做的，我帮你把旁边的拍掉。好啊。哦，你们拍完了？我们拍完了，他在帮我们修了。Melissa 已经拍完了，我们看一下。还 OK 了。对啊。这样。哦，还不错啊。戴一下。好美哦。还不错哎。我要去粘树枝。你也可以选择不要那个。我可以免费粘树枝哦。对啊。这边有。哎，我不要这里的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不要，走开。啊，不是树枝啊，树叶地板要剪剪。对啊，还要挑，而且在地他就要选当地的那个。对啊。怎么办？下个印章也不太适合，可是印章好像看下去都整个都黑，因为没有比较感。那这边就是会有很多的活动啊，包含了有调酒，还有相片。那相片的话，它会有请摄影师，然后去跟着你。我觉得这边怎么拍都漂亮，因为它的那个场景已经布置好了。那你问完之后，还有一个手冲的咖啡，那个醋鼻还不错，那个咖啡好喝。还有做一些算是咖啡的周边商品。对，那老板也不错，他也请我们喝咖啡，然后讲一下他们的一些小故事。刷梯的部分，他好像还有这次有新增的其他的颜色跟图案。这边有刚刚好有人刚好刷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他好像有分黑色跟白色。那目前的话是先用黑色拍一下，谢谢。No camera, no life， 小朋友都还蛮喜欢，你可以带自己家的袋子啊，或者是一些白衣服，或者是自己喜欢的 T 恤。我刚刚看到有的 The North Face 的衣服直接印在后面。照片就是好像现在 IG 里面就是录影的人很爱拍，就是气炸后面拍一点送这个头等舱椅。两位主妇，哦，天哪！我现在超蠢的，还带头灯，哥哥，就是我们没租灯条，知道吗？对，带头灯，这就是经验，真的。我觉得录了那么多次，还可以忘记。对，我们真的超蠢。不知道你们没有发现，我今天拍照的素材完全都没有我们家的帐篷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家的帐篷，感觉好像跟人家比起来，我们是 low 很多啦。对啊，不会，没关系。是，对，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嘛，对不对？第一次难免的，我们第一次也是带我爸的帐篷，我也觉得超 low。
还好。只是你们今天煮是什么菜色啊？咖喱乌龙面。咖喱乌龙面。对，想吃吗？我已经吃完饭，我现在肚子又饿了。啥意思？我刚想说你怎么要去别的地方了？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炒的味道很香。哦，不错。有了，我们面有多大？有点想。没有了，没有，开玩笑。是地瓜。地瓜。嗯。看得出来啊。是红萝卜。好吧。哥哥。等下可以吃，没有啦，你们吃有你们吃就好。有啊，我们特别做，我们还淡，我等下很难，那里很淡，我等下尝新一下就可以了。你刚刚没有吃，你就不要想吃第二个，好笑，被威胁。活动的第二天，今天总算不是被我那种死沉沉的闹钟给吵醒，第一次参加这种比较主题性的露营活动，那这次总体而言来讲，我觉得还体验蛮多一些新的东西，因为这个名称的话是叫 Deco Camp， 就顾名思义就是叫装饰露营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的一些帐篷，他们都会有属于自己的装饰跟风格，民族风或者是摇滚风，那从这个风格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。利用装饰，利用一些图腾来去表达营地，我觉得算是还蛮舒适的。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厕所，什么东西不喜欢喜欢它的厕所？它厕所它的卫浴设备很大，它的每一间的那个卫浴设备就是，比如你爸爸或是妈妈要带女生，我不知道我没有进去女生。男生的话，我觉得爸爸他可以带一次，我觉得是可以带两个小朋友一起进去洗澡的那种，就是他做的很大。虽然他的小便斗可能就只有两个而已，可是他有两边都有各有厕所，我觉得是还算足够的啦。那每一个站位的旁边，就是边边的站位都会有洗手台，那下面也有插头可以充电。我觉得这次最大败笔是我们没有带电风扇来。吃的部分，我们这次其实蛮懒的，我们就是交给这次的大会去做处理。那他们这次订的餐车是野餐咖喱，我觉得他们家的晚餐的那个牛排咖喱还不错，他们的咖喱是我第一次吃他们那种比较特殊的口味，它是带有一点点酸，但是它的酸呢又不是柠檬的那种酸，对，它是酸辣酸辣，但是我觉得很特别，跟牛排配起来还蛮搭的，我觉得很喜欢他们的牛排咖喱。送的方面我觉得还蛮用心的，不管是流程尤其是布置，他们的布置就只是树林而已，只是他们布置起来就是你怎么拍就是好看，包含他们的电灯、他们的花、他们的地毯、他们的那个元素很丰富，我觉得非常的用心。我觉得值得称赞的是他们的餐车，他们的餐车是就是靠得很旁边，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餐车一定会有油烟嘛，那它离帐篷非常的远，那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在煮饭的时候，午餐跟晚餐的时候，他们的油烟比较不会飞来帐篷区。活动其实它活动很满，你看有手刷梯，有桑拿，有调酒的表演，星空电影，还有手灯中景，它这边其实活动其实还蛮满的，非常适合亲子的活动，因为它有一些东西像手刷梯的部分，我觉得就是真的很推小朋友和非常的有满足感，这是我做出来的衣服，这是我做出来的这个活动带给我最大的我的感受，是在晚上的星空电影的部分，它播放了一个三男的救难片，叫做《冰原救援》，它是一部日本的三男的电影。不要忘记，在安全的部分，我们应该对安全要对自己去做负责。我觉得这是这一部电影最大的想要表达的一种概念，所以我个人还蛮推荐，假设你非常喜欢露营，喜欢登山的朋友们，推荐这个《冰封救援》的这部电影。好了，那今天这次的影片就告一段落了，那我们下次见。